这里就有记名跟不记名。那把这个线先穿线，穿到这个刀这里，穿到这个刀这里，好，然后上埋，把这个长度清理掉，清理，好，然后按这个部位，你这个压住，压住这个渗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挂到这里，挂到这里，然后启动，这就切断了，切断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，掰一下，这个就变小就取出来就是了，然后放到这里，掰一下，可以了。